当年拍电影，就是80年代、90年代那时候，很多跟你一起的那个女演员还在拍戏的，其实就已经很少了。对然后你看，你属于你还在拍戏，然后保持的状态还是很好，然后你的生活一点都不 messy。就是所有的一切，所有我们认为女演员、女明星可能有的那个魔咒、那个 curse，你都没有。哇，touch wood。Yeah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其实听起来这个标准一点都不高，但其实标准很高。我越来觉得这标准其实很高。我没有真的去想过这样子，因为呢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好运气，就是 I'm so blessed，就是我做的我喜欢做的，那还有呢，一个这么爱我的、疼我的人也很支持我做的，因为呢有很多时间呢，就是做一个女人，要做一个妈妈，做一个太太，做要 multitask，很厉害，所以呢有时候就会 you know something。You can't do as well as the other 那有调可整。能这几年就是没有就真的停下来。我们很多时间都会这样子，就是拍戏的时间，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好了，拍完这一部呢要休息3个月还是半年，不要再拍电影了。但是呢，一休息的话呢，一两个星期就开始我可以回去工作吧，这样子。你会这样的？我会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拍电影，我真的很喜欢跟整个电影拍电影的感觉，就是你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啊，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啊，我很喜欢这个 teamwork 的感受。那所以呢，我会 miss that feeling。所以你这几年其实你是一直在拍戏，然后一直会间断的会有一些宣传的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在想到这个阶段，如果不是因为喜欢的话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动力再出来拍戏的。如果我不够喜欢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要来拍戏？对啊，所以呢，我的动力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，我不是拍电影是一个生活嘛，不是因为要for work，但是真的很喜欢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有创意，有就是可以用你的 imagination，要常常会挑战你，how to do better，怎么样做不同的，常常要动脑筋。那我觉得这样子才 challenging，我常常会可以学到新的东西，去的新的地方，还是认识新的朋友。我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你不停呢？